从事月球与深空探测事业16年，将近20年了。我是2005年开始从事深空的领域。我从事深空探测事业已经有20年了。我从事月球与深空探测事业13年了。我是2001年4月份参加月球，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0年了。我参与了嫦娥1号、嫦娥2号和嫦娥5号飞行实验器的研制。从嫦娥1号一直到嫦娥5号，我们都参与了。2005年是参与嫦娥1号、嫦娥3号。我有幸参与了嫦娥1号、嫦娥2号、嫦娥3号、嫦娥4号和嫦娥5号飞行实验器的研制工作。我参加过嫦娥2号、嫦娥3号、嫦娥4号月球探测器的研制，以及火星探测器的研制。我参与过嫦娥3号的研制，还有嫦娥5号飞行实验器的研制，还有嫦娥4号的研制。月球和深空探测是一个充满未知的领域，我们在不断地去解决困难、攻克一些关键技术的时候，也推进了我们的事业不断地发展。深空有多远，我们就能走多远。成功是源于整个研制队伍对你国家、对民族的一种责任感、使命感的勇于的面对困难、直面困难、攻坚困难。从毕业以后分到航天事业单位，这么多年了，是有深厚的感情的。我这年龄应该是个收官的一个，可能我希望能圆满的画一个句号吧。大家用全身心的奋进精神完成了每一次任务，我为有着这样的同事而感到骄傲，也为自己是其中的一员而感到自豪。每当夜晚仰望星空的时候，看见月球，看见火星，也会看见自己工作的成果，会很骄傲，很自豪。我觉得总的来说还是很幸运进入到了深空的这个领域，然后通过我的工作参与和创造历史，反正我觉得还是很荣幸的。